家，然后每天作业很少上网课了，然后我妈当时生病了，然后就没时间扫地，然后我就想着用之前的这个材料做一个扫地机器人。以前有一个这个下车机器人，然后我就在它的基础上又加了两个马达，然后又加了一个框，还有后面这个吸尘棉，然后做了一个扫地机器人。